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我这就拿药来。殿下的药怎么不见了？听到您小产的消息，我真是痛心啊。我再无后顾之忧了，小光姐姐。能同时望见洛吗？与窥视他，我只有一只眼睛，那极昼的所在。夫人，您那天随口提起殿下的爱意将不再倾注于悉达多王储，自此他就说小光姐姐点醒了他，苏舍玉一开的草药也不服用，殿下已决定悉达多王储一日不完成学业，他便一日不生育。何至于此？我不愿让喜大朵生气绝之念，才竭力抑制悲痛之情。我虽无留名世家族史之功绩，往后你的牺牲却远胜于我。陛下，对儿子的爱我不过牵出了成您，而你竟为喜大朵王储舍弃生育，由此证明亲情非血缘所系，乃是因爱连结，汝等慈母世间难寻。如此艰难抉择，我身为钦佩。陛下，现在我坚信悉达多定会成为尊王，断无可疑。拉什卡，在陛下。去告诉甘露饭王，传召所有导师。是。乔臣如大师，喜达多王储学业进展如何？好，甚好啊，陛下。喜达多王储对一切吠陀经典都烂熟于心。嗡布纳玛达诃，布纳美当。Purnat Purnamodachyate Purnasaya Purnamadaya Purnameva Vashishyate Om Shanti Shanti Shanti。 好，
悉达多王储提出的问题意义深远，常令我惊叹不已，陛下。真理有二，显与隐，真理怎能分两种？我不明白。你能解答吗，悉达多？兄长，显性真理，浅明而易正。例如雨后，河流水位上涨。嗯。而隐性，虽未见降雨，水位亦会上升。这怎么可能？雨水落入深山，从峰顶倾泻，汇入河流，水位因而上升。这真理虽是事实，却无法证明。陛下，王储也精于奇术。与马为友，了解他的习性，驾驭时别让他过于疲惫。他睿智过人，对音律有非凡的天赋，乃至通晓舞姿。好啊，王储双目的表现力更甚言语。武器训练进展如何？战斗中王储又有什么优异表现？怎么了，王帝？皇兄，王储他并不愿习练战术。不愿习练战术，作为煞帝吏却不好战，这不代表王储对兵刃用法一无所知，但的确他对此有所排斥。是的，陛下，这是王储唯一的缺憾。这不是王储的错，是你们之过。我命令你们训练他成为勇士，令普罗朵兵将俯首称臣。这定能实现，陛下。深埋地底的铁矿铸为宝剑尚需时日，我们也要有耐心。怎么着火了？老师，我们正搭着草屋，铁布达多哥哥忽然跑过来放火。是啊，老师，车尼当时还在草屋里呢。铁布达多，铁布达多，这是你干的？是啊。为什么？为让您远离罪恶。那个贱民车尼帮忙搭建了草棚，因此我要烧了他。这就是你的理由？是的，老师，我怎能让您住在贱民搭建的屋中呢？铁布达多，我很赞赏你对老师的尊敬。既然如此，我便给你机会，清理我的秽物。尊者，您在说什么？铁布达多，我是怎样教你的？车尼是车夫之子，是不可接触的贱民。瓦尔纳因由夜而非出身决定，铁布达多。乔臣如道士，你所言与婆罗门教义相违背。我所言并无非议，婆罗门还是刹帝利，亦或吠舍与首陀罗，只是造物的不同形式。婆罗门生于梵天之手，双臂生刹帝利，腹中生吠舍，而足生首陀罗。那你说头足如何相提并论？失去双足该怎样行走？想想吧，若首陀罗不再清理城镇，还有何捷径可言？哪怕婆罗门刹帝利亦会染疾。铁布达多，自愈刹帝利前，先想想你心中的污秽吧。马虎尊者，请原谅。学生面前，作为我们为师者互起冲突，尊严尽失。悉达多在哪儿？
老师，我看他到那边去了。提普达多，是你烧的草屋，就去重新搭好。哼，我与你势不两立，乔晨如。提普达多胜不过喜达多，我就不称马户之名。喜达多，你怎么在这儿？您教导我，嗔怒似火，冥想如水。怒火带来毁灭，而冥想助长前进。我不离开，恐增兄长怒气，因此才到这里来。呵呵，你做得对。今日我将与你一起冥想。कंठस्थ हुए और जप तप ज्ञान का चलन हुआ छोटे से बड़े बड़े से छोटे बिंदु सिंधु का मिलन हुआ पढ़ने लगी सृष्टि की संपदा मीन विहग सब मिलने लगे चारों दिशाएं खिली खिली सी से जीवन बढ़ने लगे जीव से जीवन बढ़ने लगे हो गति अश्व की मति मनुष्य की युद्ध नीति तलवार प्रहार वार शब्द का ज्ञान हो गया बन गए सुख दुख जीत हार ज्ञान का पूर्ण हुआ विकसित हुआ ज्ञान भंडार देखते देखते खिलने लगा बीज से उपवन का श्रृंगार बीज से उपवन का श्रृंगार Thank you.
怎么了？你的手在抖吗？是啊，陛下，我的心也跳得厉害。如此盛会，激动难免，王后。并非激动，而是恐惧。恐惧？为何？因为这不但是对悉达多，更是对我的考验。考验不仅是针对你夫人，我大师，甚至是整个氏家族。今日加皮罗卫的未来与阿斯托仙人的预言将一决高下。如果悉达多难当沙地利身份，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别害怕，王后，虔诚的祈祷会福报随身。我们将铁矿交与大师，今日便一世封人。走吧。记忆到，铁布达多王子，面对悉达多，展现你的优势吧。解决他，战胜了他，你便再无敌手。悉达多一死，王位后继无人，由你继承也就顺理成章了。马户导师说，你将是第一位迎战悉达多的人。悉达多首级，方得安宁。今日竞技项目是双人决斗，优胜者将进入下一场比赛。第一场开始。洗涤会惩罚普罗金，不管用什么手段，铁达多必须要赢，否则你可要小心你的脑袋，马虎。夫人请放宽心，铁达多一定会取胜的，他的胜利也将是我与乔晨如之间的较量。
避免勇士身份之嫌，只以武艺论高低，因此他们将遮掩面孔，评判标准为力量、训练、才能、战斗技巧与临场应变。准备干掉敌人吧，提帕达多。王位与你已近在咫尺。别忘了，王储戴着红色的面具。西达多，这是你的面具。提帕达多王子进宫训吧，西达多就要招架不住了。乔臣如在这儿。战场无公平可言，不是波迪。可这只是竞技。这真是绝妙的招数啊！你说说，乔晨如，提帕达多怎么样？毋庸置疑，确实身手不凡。王位与你已近在咫尺，别忘了。王储戴着红色的面具。你要干什么？给我冷静点，让开！
首战的获胜者是悉达多王主。怎么看不到悉达多王主？现在，第二场比赛开始。为什么不进攻？以逸待劳也是一种战术，陛下。进攻，这是竞技，展现你的实力。摩克南也赢了，提布达多王子。他们谁赢都无所谓，我只在乎对抗悉达多的胜利。真想看看陛下得知他的战败会是什么反应。悉达多，第二场获胜者是王储悉达多·乔达摩。
拉。你不是说悉达多会戴红面具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儿？我来回答吧，马虎。我去给王储面具时，悉达多，这是你的面具。都是，我的面具系带断了。不要紧。用喜达多的这个吧，快，该你上场了。是道士。导师应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马虎尊者，你偏袒铁布达多并无益处，面具反倒揭露了真相。提布达的王子，学会控制怒火吧，否则你终将困缚其中，导师亦无能为力。星体让我们了解宇宙，借助掌纹可预测命运。同理，躯体穴位使我们感知身心状态。医者靠脉搏审查心跳。身体可分为十部，此为中线，两侧各五分。而现如今，瑜伽行者认为，人的痛苦便是源自躯体本身。身体的每个器官都与掌心或足底的穴位相应，这有何用处？例如用两指按揉眼周穴位，可缓解我们的疼痛。王储被蛇咬伤了，快把王储抬进去，速找御医监控。御医，王储被蛇咬了，我亲眼所见。身上却没有咬痕，或许他受到了惊吓，就昏迷不醒了。我的意思是，我们王储可是千金之体呀，对不对？并非如此，应是疲劳过度所致。悉达多，你感觉如何，王储？发生了什么？我没事。没事，你怎么会晕倒？
您不用担心父亲。悉达多，儿子。母亲，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我这就去见乔晨如导师。走，车尼。悉达多，别走，你要去哪里？放心吧，父亲，等下我就告诉您。老师，晚安。老师，我发现了人体的异象，按压某一穴位可使人陷入昏迷。什么？是的，导师，您看。你做了什么？不用担心，老师，他很快就会醒来。你怎能确定？我在自己的身上试验过，老师，昨夜我就昏迷不醒，这样在战场上我们无需杀死敌人，点刺穴位使他们昏迷，只需俘虏敌人便可获胜。你真是慈悲天性，悉达多，在战争中都要寻求非暴力的途径。你何时来的？您沉醉在笛声的时候。母亲，我总是看到，每当您快乐痛苦或是孤独无助，都会坐在这棵树下。为什么，母亲？这棵树有何特别之处？就是魔音，我的姐姐，我种下此树来怀念她。她是姐姐的灵魂所栖，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似祖先施以庇佑，赐予生命。听，这鸟儿的婉转啼鸣，就是她的细语关怀。